大家好，这里是雨天，这一次我要拍一期吃石头的视频，没错，吃石头，当然直接吃完全没有食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料理一下，让你想吃的。第一步，将没有营养的表皮去除干净。像这样就行了。接下来将无形之气集于手掌，削铁如泥。呵，嘿，呵，呵，这样主食材就准备好了。如法炮制，将配料准备好。把食材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。OK， 我们的石头已经料理好了，接下来就进行摆盘了。我们要加一点配料，这样子看起来就有食欲了。挑一块最小的，没有什么味道，特别的硬，硬啃不动。哈哈，一点不入味吧，哈哈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不要忘记点关注哦。